个哈、哦、绿色的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比较粗的那一个，好、嗯哦、来做一个比较，底下这一些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粗细的程度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比较细。好、哦，那个细很多，而且它刺比较长。比较长。对，好、哦、像魔鬼海胆，其实它的特性哦，像仔细看一下。你干嘛、啊？好、哦，它的特性的部分，就像现在看到哦，它刺非常的哈、哦，非常的长。那其实通常它在晚上的时候很容易出没哦，很容易出没，白天不容易出来，然后都躲在夹缝里面。好、哦，晚上的时候它甚至有时候会到平地上面。对，但是它有一个特性，有时候会追着人跑。对，哦，那它魔鬼海胆在海胆里面移动速度是最快的一种，它的刺会慢，会做一个伸缩的动作，哦，会前后凸起来伸缩，前后凸起来伸缩这样，对，慢慢的把你哦往里靠近这样子，哦，那其实像这个魔鬼的话，跟刚刚的环刺戟一样，哦，前端的部分都带有毒液，哦，如果你像用你的拖鞋去刺它的话，有没有让它去刺它的刺去刺你的拖鞋，你的拖鞋整个会变成深紫色，对，哦，可以看得到它毒液有多猛烈了，哦，所以要特别小心了，哦，好，然后来。